感谢短视频战略合作平台快手，上快手搜索在快手看春晚，将会有更多精彩的重庆春晚视频内容跟您一起分享。感谢媒体战略合作平台百度 APP 百家号、百度 APP 重庆频道、央视频，打开百度 APP 好看视频，将会有更多精彩的重庆春晚视频内容跟您一起过新年。打开央视频2021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陪您一起过新年大团圆。2021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由劲儿大、省电、跑得远的小刀双动力电动车赞助播出。重庆卫视官方抖音号、官方快手号、官方视频号、官方百家号、官方微博、重庆卫视央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2021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在以上平台搜索2021重庆春晚，将会有更多精彩的春晚内容陪您一起过新年大团圆。有请张琪燕、聂子宁、刘娟带来《花开新时代》。
有请 Seven Senses 带来心跳。小孩还想着天上掉馅饼呢，不过你就只答对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答案呢就在你的头顶上。哦，原来呀，在
抖音上热门的吃青鬼的视频就是这样拍出来的。那可不嘛，因为咱们重庆独特的山地属性，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线路的设计也是非常独特的，有时候带你过大江，有时候带你穿隧道，有时候呢带你走 S 型。哎呀，听你这样一说，我可是迫不及待的想去体验一下呢。走吧小朋友，带你上去坐一坐。咱们重庆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可真是太方便了，不仅呀没有堵车的烦恼，而且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体会到立体山城之美。并且啊，轨道交通依靠大数据应用，使得老百姓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那今天呀，咱们两个就用轨道交通作为出行工具，一起去看看母城渝中的智慧城市建设都有哪些新亮点吧。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如火如荼。据说在身后这个小区里边啊，处处体现着智能安保的高科技。王总，你好。你好，你好，新年快乐！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就是我们的智能门禁可视对讲系统。这系统很方便的，平时也很安全。下面有，如果陌生人或者熟人都能够识别，而且也可以直接连这个监控中心或者物业，连物业的电话都不用记了，不用记那个管理中心。物业凭借监控心理管理中心吗？我只想试一下这个系统。春节到了，祝你们物业春节快乐。哎，好好，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好，现在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融创百巷街整个的监控系统，然后这部电话就是刚才我们连接室内的可视对讲电话。你好，融创服务监控中心，很高兴为你服务。哎，你好，老师，麻烦你报一下房号跟业主姓名。好的，请稍等。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是我住在这样的平安小区里面，被这样的高科技所包围着，我的安全感是爆棚的。像融创百巷街一号这样的小区，在重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智能化的应用也会走进千家万户当中。你刚刚所说的智慧社区，其实在咱们渝中区已经上线了。那赶紧带我看看去吧。走，跟我一起去看看。石油路智慧社区的服务平台，它是通过的实景拍摄建模制作，覆盖了街道辖区的所有的街巷、楼宇、院落，居民只要通过石油路智慧社区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咨询反映问题，而每一条信息都会很迅速地分配到相应的网格人员手里。我们为老年人还赠送了智能手环，可以24小时的对老人的健康数据进行监测定位，实时的监护和紧急的救护。今儿是林奶奶，这走的有点少。14步。林奶奶是我们辖区特殊人群，她平时身体不好，就只有在家里进行锻炼了。哎，咱们一起啊去看望看望林奶奶，顺便呀送上2021重庆春节联欢晚会的新春祝福，怎么样？太棒了，我们出发吧。出发。是代表2021重庆春节联欢晚会来给您拜年的，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我那个智能手环和社区成员的网络哈，好，那么我走到哪点，社区工作人员都晓得，如果有个突发，社区就马上就晓得我的位置，好，就可以想办法或者帮助我呀哈，智能手环很好。我的救命环了，哦，哎，好高的评价，哎，我很喜欢。智慧社区大数据平台让街道和居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的密切，更加的便捷，也拉近了和居民心与心的距离。好，不适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哎，孟媛，你不是要给我惊喜吗？你怎么把我带商场里来了？我跟你说，我们男生一般不逛街的啊。我所说的惊喜啊，就藏在咱们两个身后的购物中心里，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走吧，走吧。哎呀，我不逛啊，我不逛，我不逛。这是穿越了吧？我刚才不是还在商场里边吗？现在怎么就到候机厅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现在呀还是在购物中心里面呢。因为这里啊就是由渝中区人民政府、重庆机场集团、凯德集团重庆来福士三方联合打造的咱们重庆首个旅游商业中心城市候机楼。被你这么一说，这格调一下子就上来了。那是肯定的，因为在这里啊，咱们的游客呢可以办理登机牌，寄存和托运自己的行李之后啊，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购物了。最后咱们还有专车可以直达机场。怎么样，佳迪，学会了吗？真是太方便了，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身份证，其他的都不需要我来操心。没错，咱们这里除了有航空，还是高铁城市候车厅。在这里咱们的旅客可以通过自助购取票机完成购票之后呢，再乘坐专车就可以直达市内的高铁枢纽了。作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之一，近年来渝中区在民生服务、政府管理、环境治理、生态宜居和产业融合等领域是打造了一批新型城市智能应用，惠民服务水平可以说是日益提升。想要了解渝中的精彩魅力，就等着您一起来打卡分享。我们现在乘坐电梯直达47层，来到了来福士购物中心水晶连廊观景台。我们在250米的高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重庆的地标性建筑重庆大剧院和位于解放碑的 WFC。 长江和嘉陵江在我们脚下相会，美丽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3000载江州府，800年重庆城。其实咱们重庆的人文历史画卷就藏在渝中半岛的街巷梯步之间。开埠、抗战、移民，渝中总是重庆历史里那起笔落墨的点睛之笔。这是一片多情的热土，渝中区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养鲜明的人文性格，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精神交汇汇聚于此，打造了重庆人坚韧不屈、开放包容的个性品格。这是一片多情的热土，在这里不仅有岁月的历史悠悠，还有着炙热的赤火熊熊，它时刻激励着巴渝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渝中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踏过的路径上阵阵花香鸟语，我耕耘过的田野上层层金黄翠绿，我在人的台这茶山前这茶山
的有舍呢。亲朋好友先大家好，过年好，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给大家拜年咯。哎，你们香肠腊肉那些秋好没得哦？哎呀，愿你们家家户户，哎呀，那个肠子圈圈，腊肉边边，猪耳朵咸咸，挂他鸡肝肝，过老热年咯。哎，你们认不认得我哟？刘卫东的嘛。哎呀，啥子刘卫东哦？现在要喊刘主任。啥子主任哦？哎，社区主任噻。哎，你们都了解我噻。哎，我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有钱人。哎呀，对于当官了我不多一感兴趣，既然你们把我抽到那个位置上鼓捣选我，哎呀，当了嘛就当了嘛，要当就把它当好，大家说对不对？对的。哦，哎呀，你们一个那个还站起爪子，是不是看到我那个领导在那个地方啊，有点拘束啊？啊，不要拘束，不要拘束，坐坐坐坐坐来。哦，西区坐那边。哎，东区坐那边。东区。来来来来来。哎，刘卫东，刘卫东。哎呀，那个孩子喊刘卫东哦，刚才都说了喊刘主任。是是是，刘卫主任。那个刘卫主任咯，那里只有一个主任。哦。好好好。刘主任，哎，您今天召集大家来，不是为了要为我们社区的春晚选拔节目吗？对头啊，我们东区的文艺骨干已经准备好了。哦，我们的口号是：东区东区，我们第一，吹拉弹唱，我们最棒。哎，刘主任，刘主任，刘主任，不对哟，啷个都在开始喊口号了哦？我们还不是有口号？来，预备，起。西区西区战胜东区，战胜东区，战胜东区，耶！哎呀，你是我那个领导招呼不住了。哎，门头过来过来，我问你，哎，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个保安，你不在工作岗位上，你也跑起来蹭到闹啥子？跟刘主任汇报一下。嗯，自从防疫工作开始以来，我都一直在西区，我都没走。哦，我那个领队呢，也是西区那些群众选出来的。哈，哎，对头。防控疫情的时候啊，门墩儿尽职尽责，出了很大的力哟。哎呦，张婆婆，有没今天那些好听的说哈？去年疫情的时候啊，那个门墩儿在小区里头拿起那个喇叭，晓得吼些啥子名堂哦？喊你啥子嘛？你问他噻。你喊你啥子？我是恁个喊的：各位街坊邻居，疫情当前，注意防范，防御千万条，口罩第一条。要想活得久，不要到处走，没得四千万，不要到处窜。你们听。没得四千万，莫要到处赚。天哪，我屋头现金一哈都收集出来，才万多块钱。哎呀，我屋头几个认识的，几天黑的楼都不敢下。不是刘主任喊我那个喊的哦。谁？啊？哦，我好久喊你那个喊的。哎，我那个意思是，没得事。千万不要在小区乱转，你要喊成没得四千万，转来八千万喽。我断句断错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好，不要相互怪了哈。哎呀，说到疫情了，我在那个地方啊，哎呀，真正的感谢我们在座的街坊邻居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哎，刘主任。哎。别扯远了，该评选节目了。哦哦哦，对对，节目我们西区多。哦，你们多？哎，哦，那你们又先来嘛？啊，我们西区多才多艺的噻，拿到啥子都可以演个。哎呦，啥子都可以。哎呦，我看你啊，就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还什么都能演。哎，拿，这儿有两个盘子，拿去演。演嘛，演都演。门门姐，猪猪门，哎，
啥？要得。哎呀，原汁原味的曲艺盘子，特别是唱到我们重庆那个火锅啦，哎，真的唱得我是口水滴答的，我连口水都唱起来流。那是重庆的火锅，不光是我们重庆人爱吃，外地的朋友也喜欢。哦，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他来重庆吃火锅都是高铁来高铁去。关键回到成都还不耽误吃宵夜。哦，那个我又晓得啊，现在成都重庆双城记，哎呀，那个高铁哟，一天到黑八九十趟，想坐哪趟坐哪趟，安全快捷又还稳当。哎，你还不要说，哎，主任，当哦，你不要扯远了噻。哦，你问下隔壁，他们还有啥子节目没得啊？哦，老师该你们了。着什么急呀？那、你拿根棒棒出来啥子？哎呀，啥子棒棒出来还扁担喽？那个一看嘛，都是烟枪噻。啊？什么烟枪啊？这个呢，叫竹琴。边敲边唱。哦，哎呦！今天啊，就由我们东区的妹妹为我们带来一首原创竹琴。双城记，欢迎。重庆市和成都长相双城啊，共建设经济圈，造福百姓，走两地坐公交，一马通城，坐高铁办月票，价格相应，社保卡更贴妥，副办夫人两兄弟一家亲，长相双城啊。哎呀，真资格的曲艺竹琴，哎呀，唱得来那个味道是有板有眼了啊！哎呀，那一下我们两边的节目我都看了，有形式又有内容，好，点赞。哎，主任，说到形式多嘛，还是我们西区的噻。哎，哦，你们形式还多？哎，多，又拿出来。张伯伯，做啷个？那边的节目都点了赞了，该你老人家上咯。只怕是我一上噻，那边怕是都开不起枪哦。那你整点啥子才艺啊？才艺说，嘿嘿，那我东西又多哟。哎呀，你得行不嘛？竹板连声响，男女老少聚一堂，你也说他也唱，街坊邻居喜洋洋，以前住嘉陵巷，如今小区大变样，环境美空气棒，城乡全面奔小康，奔小康。好，
好好好些，连心意都没得。耶，黄老头儿，你抓子？你再说一遍呢？你要抓子的？那点才艺，你来噻。我来。哎呀，我是那两年脚杆不方便过，哼，要是那两年是，哟，哎呀，没有人。辅导，哎呀，老黄，给你拐杖。哎呀，那个岁数大了嘛，都不做那些高难度动作嘛。哎呦，嗯，你那那一句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啊！刘总，刘总，刘总，啊，跳个五个嘛都在斗量了，我们那边还不是有人跳不？你们也有？有啊，拿出来溜一下。胖娃儿，喂，胖娃儿。爪子嘛，叫五啊。哎呀，个莽子。哎呦！哎呀！哎呀！把肚皮收到点嘛！我那个要收得下来噻！哎呦！哎呦！爪子嘛，闷墩儿，莫喊闷墩儿，我在你面前最多都是个干豇豆儿。还不喊我谁？我都饿了！哎呀！不慌！哎呀，那个肚皮都装些啥子哦？胖娃儿，那哈你有力气跳舞了噻？那我都坚持哈嘛。有人，哎呀，快起来！哎呀，哎呀，门墩儿啊，我饿了，哎，饿了，快快快，吃的吃的。哎呀，那娃儿看起那个泡骚啊，他跳起舞来还多合饭呢啊！好，我要给你点赞，点赞，点赞！是时候亮出我们的绝技了，玲玲，吹，吹，啊啊！吹牛吗？牛吗？哎呦！简直不是人吹的啊！啊！哦哦哦哦！我的意思是，简直不是一般人吹的。哎呀！我告诉大家啊，玲玲还有一项绝技。哦哦！只要大家的掌声不停，她就能一口气吹不停。我不得行。哎，来，听我的口令，一二三，鼓掌。莫吹了，莫吹了，老太婆我手都拍痛了。哎呀，这么客气，不大好。哎呀，哎，我觉得哈，刘尊儿，那个吹的他还是没得说的好。那倒是。那也要看是谁说呀。哎，那也倒是说嘛。刘尊儿说啥哈？哎呀，哎呀，你个，那个多不好意思的啊。我作为一个领导，是不是啊？嗯。应该起带头作用，既然你们都喊我说，那我就说一段好不好？好，那就说一段咱们重庆，鼓掌。要了解重庆，你最好到朝天门，
朝天门，朝天八头台，不禁豪情滚滚来。山城一艘远征的战舰，把长江和嘉陵江破浪撕开，冲进山下，奔向大海，威震天外。三千年的历史，你一页一页的翻开，这里曾三建国都，华夏有雄文记载。重庆雄起，让全中国看清楚重庆；重庆雄起，让重庆名扬全世界。太棒了，霸道霸道霸道，刘总说的真的很霸道，不好意思。看我们西区演了那么多节目，是哪个选得起啊？啊，肯定是选我们的呀，选我们的，我们的。哎，大家莫闹嘛，听我那个领导这个站到领导的高度上说两句嘛。刚才看了东西区，你们的节目都不错，有形式有内容，嗯。我们小区啊，真的是多才多艺，人才济济。那我干脆我们一起来演一个节目啊，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街坊邻居》这个《贺新春》，好不好？好。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相亲相爱，相亲相爱，我们是贺新春。